第31届金曲奖的最佳贡献奖瑞峰老师，现在把时间交给我们的 Rhythm Section 的团员们，谢谢。或者是 IG 直接搜寻 Cold Swing Jazz Big Band 就可以了。Thank you.
介绍，可是因为我，对不起，因为我很害羞，所以我都没有问他们的名字是什么，所以一个一个问名字，而且我都不能问女生的名字，因为我老婆坐在我旁边，所以在营队的时候我都没有办法跟女生吃饭。对，每当我就是看女生的时候，她就会说，家里那个今天可能要扫地一下 ，OK， 所以我就不敢做什么事情这样子。OK， 那我们先访问吉他手，吉他手名字，我是吉他手瑞源。能鼓励鼓励，耶！好，我们要快一点。好，听我手。小心。谢谢。我是 Debra。Debra， 耶！刚鼓手。Hello， 我是森朗，谢谢。我是瑞静，谢谢。我是建豪，谢谢。我是国杂宪。我们都介绍完，然后因为设备有一点状况，所以我们还是要等一下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干嘛？好，开始了吗？我们有什么产品吗？转烂节奏组，好，对不起，大家好，我们是转烂节奏组，谢谢。然后我们的指导老师 Andy， 好，然后另外一位指导老师 Andy。然后刚刚贝斯手 Andy。不是，我们在后面，对不起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那个好，还有伟大的黄老师，耶、yeah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要带来的就是 recording，
瑞克，Joe Henderson 的歌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耶、yeah。Thank you.
是算烂节奏组，只是换了一下成员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一样会，就是两首曲子，就加刚两首，总共四首。那今天的第三首是 Antonio Carlos Jobim 的 How Insensitive。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团员，我们团员有丙烯，吉他手丙烯，还有 Debra， 一样的人。过了吗？啊，好，我是吉他手修平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演出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谢谢大家。那我们是钻烂节奏组，那再次谢谢我们的团员，然后还有我们的指导老师 Andy 老师，还有谢志远老师，还有 Andy 老师跟黄瑞峰老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我们 Reason Section 的团员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两位 Andy 老师，谢谢瑞峰老师。